地级洁净区，个人防护装备推荐。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地级洁净区的分类方案，先来看一下方案例。方案一，分体洁净服配置。现在模特身上穿着的是地级洁净区的第一套方案，这套方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分体洁净服。它的款式特点是衣裤分开，上衣是帽连衣，前开拉链的款式，配上单独的分体裤，脚上穿着洁净鞋。在口部这一块的话，可以选用加薄的洁净口罩或是一次性的无菌口罩，手上佩戴一次性无菌手套。这就是地级洁净区的第一套更衣方案。方案二，分体洁净服配置。这是另外一套分体服，它的款式特点是衣裤分开，其中上衣采用的是帽连衣，单独的分体裤，脚部同样选择洁净鞋。在口罩的选择上，可以采用洁净口罩或是一次性的无菌口罩，手部佩戴一次性的无菌手套。这就是我们为地级洁净区配置的两套更衣方案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